主料藕丝结，辅料油盐糖蒜葱末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清洗藕，切去外皮，切成条状。蒜切末，热锅倒油，放入蒜末炒香，放入藕条翻炒均匀，加入了盐糖调味，烧煮一会，放点葱花，装入盆中。烹饪技巧，蒜末爆香后再放藕条更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